新歌，咱们来首歌。是就在你房间里开通贵族里边抽吗？那是开通贵族，站那个宝宝们作战任务啊。那个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充值，这个地方充值，这块我充值啊。哪仨又搬家呢？没有。今天我忙了一小天儿，你不都做背景黑吗？
去。都说哪个明星来的爆棚，我都全副广告，我也爆棚。Yeah.
近嗓子有点哑。哑？怎么不哑呢？天天唱也累啊。玩画画猜歌名吧。跟你们玩这些高智商的东西，我保证会输。欢迎那个不上秋楼哥啊，欢迎宝宝们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那个温柔，谢谢谢谢，萌萌哒，谢谢谢谢我们宝宝们啊，谢谢那个谢谢谢谢谢，我的那个谢蒙哥，谢谢我们不可说哥，还有我们符号哥，谢谢我们那个四哥，还有我们那个草原默认哥，还有明明哥，谢谢小黑哥，还有郭青哥、马飞哥、符号哥，谢谢谢谢，欢迎那个后进来宝宝，欢迎二哥啊，谢谢风恋哥，谢谢浪杰，丫头我回来了，就是这脚还得养一年，没事的，不上青楼哥你。你真诚实啊。那个要不咱们玩一会儿吧，我唱那唱歌嗓子真的挺累的，嗓子静静，要不就是总休息啊什么的，跟你们玩一会儿。你们说咱们玩一个什么？玩扑克牌呢，输了怎么办呢？我不跟你们玩钱的，我没有。那输了怎么办？求嘉宾宝宝给上个黄，谢谢宝宝们啊，谢谢我们家立毛球的兄弟们啊，太抠了，讲鬼故事吧。输了那个，你们可以玩钱的，我输了，你们说那个咋整啊？对，输了可以刷礼物的，输了可以刷礼物，输了你深蹲，大哥输了刷礼物，那岂不是要累死宝宝？罚唱歌，唱歌天天唱，不让唱歌了，就打屁股，滚滚翻滚，难道像小猪家的那个猪腰，像那个猪？像王二姐一样在地下打滚啊。这样好吗？哈喽，欢迎莫姐。滚是不会打，要不我就输了，我就蹲起。你们说要是那个大哥他们输了，或者是宝宝们输了，你们刷礼物，这样好计算啊，这样好计算。完了那个我输了，那个看蹲几个站几个，这样好吧，这样我还减肥，好不好？一举三得，我还歇气儿，完了还不耽误收礼物，完了还减肥。空班不会呀、啊？丫头不笨啊，还锻炼身体，输了。讲鬼故事的输了，来一字，你把我腿卸了吧。莫姐要不要玩？咱玩什么？比大小吗？拿扑克快这样？这不是，咱们先讲一下啊，先讲一下咱们是那个，假如说哈，就是像比大小，或者是说。夹金花啊，或者是牛牛啊，或者是说这斗地主没法斗，太长了，只是简单的来一个行。谢谢那个孤人九请酒，谢谢沉默哥。我输了一次，几个？我不玩哈、啊，一百个你整死谁得了？有没有爱了？十个不多吗？一个吧。给宝宝累死了，怎么唱歌？感谢灰太狼。那我就蹲着站着，蹲着站着唱歌吧。和莫姐 PK， 不行，十个补刀之后，这怎么还出来补刀呢？这玩意儿还有补刀的吗？可以叫小胖帮你做，20个起步，那就输了10个吧，那就输了我蹲10个。
这是不是有点亏呀、啊？行吧，完了那个输了怎么办？输了多少？就是输了66可以补刀吗？感谢木槿年华，流年。66补刀，那补刀一次我要蹲多少啊？那我不废了，谁要来个大哥刷100组66，我就在这不用直播了。得有个封顶吧。老大刷多少礼物啊？起步啊，这玩意儿是不是起步？那跟谁玩啊？谁报名吗？这个东西520补刀，那就520补刀。你66补刀我不干，你这房间里1万多人，50个人补个刀就够我蹲50下的了，我就不用干别的了，我蹲10来分钟的。那个100个封顶，100个，你们，我先问一下，蹲100个累不累啊？你们说实话，要有个封顶，你给我累坏了，晚上这腿都抽筋了，还怎么睡觉了？不累啊？我先试一下啊，累不累？蹲一个，别在这这个行那个行，我先试一下啊。不行，10个累，我一个我就累挺，累。那个10个，这样的吧，那个50个封顶吧，一个都累够呛了，50个封顶吧，看几个人吧，50个封顶，补刀的那个补刀的1314，报名的呢？累，也1314起吗？输了呢？假如说我们一起玩，要是输了呢？50个你就废了。就是假如我跟莫姐玩，或者是哎，欢迎姐夫，就是姐夫他们玩。假如说我赢了，他们输了，刷多少啊？得有个主持我就行，我算账给你算明白的，我还有计算器呢。输了一组1314啊，完了报名一组1314啊，输了我蹲10个，是不是？这个带叠加的吗？就是假如说莫姐也玩，那个姐夫也玩，独上青楼也玩，他们3个玩，他们都赢了，我输了呢，就是30个，是不是？先这么玩一下试试啊，咱们走了就30个，一个一个玩。谢谢独上青楼哥，谢谢。但是你输点就翻了，补刀是不是就分翻了？还是说加10个？补刀520啊，那你们都补刀，我就不用火了。丫头你亏了，我先试一把，我没玩过，先试试什么情况，万一要真累一把30个，我这么蹲一个月的话我就瘦了。是不是肯定累？这种有输有赢嘛。现在开始不？有没有要玩的？正好飞儿休息一下，跟大家玩一玩。有没有要玩的？报名啦！报名啦！我肯定输，不一定。这个可不一定。前面很轻松，后边就会累。太贵了，丫头。那我不知道怎么玩啊。满飞哥，你要有带头的作用。多少报名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玩过。多少报名？你们自己说。520啊，那好，那就520，来吧，那就520。
最好把床搬了，一会儿怕你起不来。有那么严重吗？一手楼传抱你。不要了，傻炸金花，我不知道玩什么呀。哎呀，你蹲完了就腿抽筋了，不能吧？第二天腿指定疼。那这玩意儿有没有就是明天再蹲的呀？就是别一起来呀。就是如果我输的多了，我分开行不？云飞你玩啊，咱俩玩就别刷了，咱俩玩就是谁输了谁蹲吧。来吧，我连一下云飞吧哈，咱把云飞往上抱一下，我连一下云飞吧。行吧，咱俩谁输了谁蹲。今天玩完你就再也不想玩了，不至于吧？你那我要不连他，欢迎酒鬼哥。我要不连他，我怎么都知道他蹲不蹲呢？我怎么这么白呀？这样吧哈，咱俩先玩，咱俩先演示一下子。我要输了呢，就算演示；你要输了，你就蹲十个，是不是？我是女的，你得让着我。这个玩扑克就行了呗，扑克是怎么？哎呀，怎么玩？这个可以有哈，这个演示嘛，是不是？我是庄家，对不对？我是庄家，庄家那个就那个哈。庄家就那个啥，欢迎欢迎欢迎宝宝们啊！庄家就应该这个，视频往下去，能看着桌子就行了呗，是不是？也看不着桌子，这样能看见了吧？妞妞，我不会呀。还往下吗？可以了吧？一张比大小，洗白可以是啥？我经常跟我妈我爸玩红石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呗。我俩呗，金花比较好。金花怎么玩？拖拉机是不是？这玩意怎么放大呀？几张了？一二三，四张是啥来着？好了，好了，牛牛，我玩的明白，没事，你们都明白就行。你要哪张？放多了，多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五个。他们不让我玩进化，这他们不让玩进化不好说。什么家？对，来吧，你要哪个？我放点轻音乐。你，我分不清左右手吧？你盖住一个手不盖住？这个还是这个？啊，那我让你选那个。这个怎么算呢？啊，你就放在视频上，他们都会看，都知道怎么看。这个我也会。这个视频是晚了，你们能看？是的。可以挣吗？你可以点一下那个就挣了。啊、我这个点挣我。那是的。啊，对，这样就挣了。我这样就成牛了。挺漂亮的姐，你长得好看，咋？没事。是这样吗？这回看清楚了。
这是有牛还是没有牛啊？现在还有一张牌，还有不是五张牌吗？啊，还有一张呢。没换。什么牌？这是牛，这是有牛一。三七 K 三加一起十或者二十或者三十，我是牛一，我估计我要，我猜我姐没有牛，你有，是逢赌必输的，四，二七，六。你要是没有啊，你要是扔十来，你有可能是牛八；扔二来，有可能是牛。上面是啥了？就是我要输吗？牛八。那结果输了，我刷到五二零了。我让你试啊！牛八还翻倍吗？这玩意儿还有翻倍吗？刚才翻倍的呀，是正常是一牛八牛九是翻倍的，这翻三倍，刚才没讲翻。我别扭，还撞过来吧？可以不合成得分刀吗？这个现在可以补，但是那个。不能补了，补刀是啥呀？就是你起，就是起来，叫啥了？蹲起十个，蹲起十个，然后那我现在说我就做十个蹲起就完了是吧？啊啊对，你要想你就刷。啊，那我不想累，那我不想。一个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哦，等会儿。但那个九尾哥，等会儿你不是这么玩的，你先问啥？不是这么玩的。啊，他这一次不得刀了，一十、二十、三十、五十、六十个。我做六十个。啊。那他们要刷组一三四，那我不是随便蹲俩小时。那咋办？那应该怎么算？补刀是算那个什么吗？六十个。那你问合适给他倒立，我要是给他倒歌算不算？一组一个，多了。算合成歌，合成让我倒立唱歌，他说算。你能唱？你倒着吗？万一能呢？那也比做六十吧，太累了。这个啊，不就是没有结果的时候补刀，那就是你是支持谁，完了你再补谁。来吧。嗯，那我就那个倒立去，倒立唱歌。一会儿咱俩玩个大一点。大哥。啊，那。风景俩加四。太多了。啊，那别了啊。就准备了啊！The Pump!
拎在手背，好累，哦耶，桃花谢了又玫瑰。人生几十年，总会有风雨来陪，潇潇洒洒不会，进步最不会。往事后不后悔，慢慢去体会，此刻朋友这杯酒最珍贵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快把酒摆上，干了这杯大唱歌唱，好朋友好朋友，今宵多欢畅。理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。我下来了，太累了。让我心上温暖，我凡事别再放心上。哎我的天哪，脸都红了。昨日一去不复回，什么都会，不睡不能再收回。哦耶，桃花谢了又玫瑰。人生几十年，总会有风雨来陪，潇潇洒洒不会，进步最不会。往事后不后悔，慢慢去体会，此刻朋友这杯酒最珍贵。快把酒满上，干了这杯大声歌唱，好朋友好朋友，今宵多欢畅。理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。阳光总会在风雨之后洒向苍茫，让我们抬起头学会了坚强。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，烫我心上温暖，我凡事别再放心上。我们同来干三杯，嘿哎，赛罗罗外公塞。谢谢，感谢大哥，感谢感谢秦姐，谢谢啊，感谢墨姐，谢谢念墨，脑袋打，脸都不认字儿，憋的，哎呀妈，憋死我了。这个就算过了啊，这就算过了。来啊，来啊，这个算过了。谢谢墨姐，谢谢哥，谢谢阿米斯哥，那个宝宝们，那个依恋楚墨哥，还有这个墨姐，还有大哥的气球，还有兄弟们哥哥，还有刚子哥，谢谢。那个上次唱完了这几天，后面吗？后面什么？看吗？看不见我的牌吗？嗯，这样就好了。来了啊，翻曲儿。哎，姐，你等一下，姐。啊，吓我一跳。姐，你等一下，是我来发牌，你来选。我也有牌。行。同意的话可以给。行，你来，哎，你也输，啊，来吧。不一定，运气不能总是。开始了啊。这样吧，就是那个追加六六，就是六六算一个几，这样怎么样？这样好。六六吧，咱们就不二零，六六可以，大家一起来玩。这样吧，就是太多了。你们只能一人刷一组，一人刷一组，就记着多少组。糖呢是押，巴掌是押云飞，千万别押我，千万别啊！这不是谁做多少个呢？还是说，假如说那个酒鬼哥只刷了一组六六，加起来总组六六，十组六六。
云飞叔叔他做十一子，对不对？那要是整个一百组人，那不是？不是一组，一人只限一组，这样公平吧？不是，一个人只能最多只能是吧？啊，这里边一万人可别都刷呀！要不要刷呀？要一百个人刷的，一百，那就幺八八。幺八八，这样比较公平一点。嗯，那你选吧，姐。我要你手上那个，来吧。谢谢，这个压我身上，我一个 PK 吧，开 PK 好尖儿。完了，你这有牛了，你这个。是不是直算牛啊？这不圈吗？啊，又牛吧！我的天，王！糟了！这我看一下我的牌吧。抽板来了，好命！还有没有你手啊？买的你手上压谁呀、啊？压谁呀、啊？压我的棒棒糖！哎，等一下，不牛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要三倍。66，我输了，太不争气了。六个，不是一，我看着了吗？还有，你来吧，我做了30多，给你做四个。我上啥呀，姐？还有10个呀？14个，补了14个。放圈。减肥的跟我一起来，这个不带不到行。补刀太累啊，姐，把补刀取消吧。那补刀取消，来吧，还是开始188开始，你发啥？要不还得掉视频。一人一半就可以了。好了好了，有个上限。那就上线吧，咱俩一人50个，好吧，我俩吃练啊，谢谢。啊！我累挺累。100个。啊。姐，明天该腿疼。没事，我有老弟。把真哥抱一下。啊，行。把真哥抱一下。没事，我有我姐呢。三个，三个可以了。真哥有两，三个。咱们最多只能是几个人呢？咱们最多就是4个人吧，不太多了的话就累吧。累，万一真输。对，最多对最多5个人。放下赌神哥。不败。今天。放下，行了，不要刷下一把了，不要下一把了啊。金哥，外赌神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还有谁啊？没了，就几个人啊？5个牌，五，就一个赌神哥，是2个，四，哎呀，五，四五，真挺累的，好长时间没岁数大，行了，上不来气儿。来吧，还是按麦序，就有个第一个。先看啊，他们咱先给，我发现谁先开始。姐，这个真不一定。那不对，咱就先。真巧，相信我，让我先选。不，你是最后选，先挤一二三四五。啊，让九哥先，咱俩先选。四。
二三四。不不，别看，搁那。嗯，行。我感觉手牌似的。三手张牌。咋了？不少。这远没有输了，我告诉你。你自己负责啊，行啊，选的啊，完了那个九八五，现在是没牛哈，是没牛，我估计大了吧，现在牛是不是没希望，一会儿不能给自己一会儿，为什么？应该什么？出个五还有点希望，完了没牛，没有牛，最大的是没牛，没牛，最大的是存在。这把输惨了，五个，那个有救吧？这把没有救，马飞哥。嗯，那是叶子哥是不是？叶子哥是哪个？一二三四，期待儿大吧？几呀？不是平，他显示三，他显示这个，那从这哈一二三，从这边开始算一啊，六。据我哦，椰仔哥应该是勾大的，没有牛。对，来整姐，最后给他勾。啊，不行啊，六他就赢了，圈。有牛，他得有牛了。啊？哦，有牛，他赢了。一圈那个。什么？有四六圈。十，牛一，暂时赢了。啊，但是马飞哥，马飞哥，三一。二，见了吧？对，我这赶紧捶捶腿。K， 已经赢了，不看了。大家看吧，不用看了吧？有，哇塞，已经赢了，都不用往下看了。那个，真哥，不对，倒着。对，剩最后就剩一个了，就剩真哥一个了。这个还是这个一二，一二二，真哥勾大了。我直接给我那啥了，不用看了。赢了，还有老 K， 通赔，直接看吧。就不用看了，我看是啥？牛四，都不用看了，来吧。三十个，三。那他就给我整个圈，能不能行啊？四十个，再必须一会儿，必加个四十个。玩三把，我还指这个正点呢，你这儿你啊，文把通输三把硬刚，能不能赢？
30个。你就买了？完了。谁查是有过的？30个。40个总共。总共40个。总共40个。谢谢富华哥，谢谢富华哥，来188走。意思的。叶子哥，来你吧，这把输了不用你，来吧。好，感谢真哥，真哥把上个真哥，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依恋成停，可以了，多会儿多了啊，一会儿多了，完了，管理完了是吧？谢谢谢谢玉哥，1、3、4副牌是吧？啊，五副啊啊，哎啊，五副牌啊，好了，我中间的啊，你选吧，我选中间，咱们就速战快一点啊、哦！哎，好。催催变了呢，你这还了你，你用三星出来吧，给我一练成魔哥选几？吹片了，四，四是这个，嗯，哎呀，完了，他这个。嘿嘿，他这个没有牛，咬了他这个，他的太一闪一淑女秒了一个，简下一位简单个，一，一，没牛，没牛没牛，他这个没牛。哎呦，他是牛八，牛八，牛八，啊，他这赢了。这是几？牛八。怎么是八呢？看明白了吗？不是，这个也算呢。三张牌加一起，加一起只要数就算，10、20、30都可以。他，这八嘛，他这确实是。然后一宰哥。他们说不算的，是的，没错，这个是没错的。现在福建的时候就经常的、啊，谢谢简单一个，简单一个，算啊，10个记着。来，到一仔哥选你，就剩1跟2了。简单哥为什么要刷？他应该是二，有点乱，我捋捋啊。30、56，他这赢了姐啊！我大的牌，两个赢的了，一个真哥的了。你没了，那要干啥？你能不能练习吧？三，他这赢，他这牛五，谢左哥，谢整个海伦五个，谢辉哥飘一个，谢谢林的开端，谢边家老公，谢 CC， 谢谢大大，谢谢姐夫，谢谢方木里哥，谢谢沙千木屋。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飘落，从上。谢谢谢谢谢谢陪伴，感谢苦情刚来哥，哥的名字叫太想念，谢谢奶奶的，谢谢小米，谢谢谢谢姐夫的气球，谢谢空白哥、天津哥、叶林哥、金福哥，还有 C 点的出来卡个黄马，谢谢阳光哥，谢谢苦情刚来哥，哥的名字叫太想念。
那个歌叫什么了？太想你。感谢真哥。献上相思到了胭脂，燃烧花一世，飘摇身世没了几首唐诗，琵琶留只在这几次歌会到一世，不知那时能否寻回如初心知。宣纸厚厚心事与你等名字，转世莫忘当年那缕青丝，岁月尽是寻多不自无风多尽是，要那情字任由夜夜出过风事，感谢沙县某哥、真哥、海阔天空哥，谢谢卡黄，谢谢最晚年，谢谢金福，谢谢姐夫的七小，谢谢浩哥，谢谢我们的天友情，谢谢我们阳光哥，还有我们叶子哥，谢谢苦尽甘来，谢谢我们追忆哥，今年没怎么刷什么。燕子回时。
上下雨，地上流啊，四季轮回永不休啊，山外青山楼外楼啊，功名利禄不强求啊，难相高来欲相守啊，人的心思难猜透啊，问君能感谢飘逸哥，谢谢谢谢，歌名叫《人的命天注定》。